金山下呢，后变前变跟那个中法，那个又变成正因的条件，这个不一样哦。所以这个大部分学佛法没有用这个来讲，都会变成迷信哦。没用正理去观察，会变成迷信哦。我们刚开始都是迷信嘛，发现现在不能迷啦、啊，学这么久不能迷啦、啊。你看礼拜三早上没迷中啊，一直在迷当中，哦，看不出来了。问你问题，很奇怪。可是，一讲到神通的时候，大家都用三相去建立去看。不会，三相哦，有神通就一定有正量，一定有正果。叹息都是这样说啊，那个摩诃大德禅定度定多久就有正四果，对不对？叹息都是用神通来讲，对，根本没有讲缘起无我，还没讲初心菩提心，都讲那个神通正果来讲禅定，这就是 不正确的理路啊，迷信的、啊。那神通外道也有啊，那还有看距离，对啊，没有从三种要道来看，从学法要从三种要道来看。你的论述中或是平常讲解有说法讲三种道，我才证明说，哎，这是念道的。如果你平常有神通，但是你根本对三种道连提都没有提，那是讲你正空性，你讲空相，那我都不会相信的。空相外道也有啊。那有人说你怎么会这么执着？不是啊，你要依理抉择啊，不是执着不执着。依理的缘起理就不叫执着啊，所以人把我们这个那个概念很坚固叫执着啊，因为很多人误解，概念很坚固叫执着。那初地菩萨一心要成佛也是执着喽，八地菩萨他要一心要创造净土利众生也是成佛喽，还是执着。那个阿弥陀佛创造四十八大愿也是执着喽，就觉得很奇怪。对啊，很多佛法都理不清楚，他觉得相似法，然后理路也不会去分辨到底哪个合理不合理，用世间的在迷信的角度来学佛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平常要用啊，比量的部分要平常用。下次要讲，下次在觉知讲了嘛，他讲四叉支，后面还有五个啊，四叉支啊。颠倒支啊，显微镜支，显微镜支不用讲，已经讲过了，这四个。好去做资料。就是视察支，对，视察意，然后那个犹豫支，然后颠倒支，那个再觉支，再觉支讲了，再讲了，那是就变成剩下三个而已了，视察支、犹豫支跟那个颠倒支。啊，七个嘛，还有一个显微镜嘛。有点讲啊，带过了，就三个，后先堂哥再仔细说明。好，阿三堂讲的，我再讲那个镜，七入镜、显现镜跟所缘镜，然后再讲那个无遮跟非遮，就几个段落。讲中义建立，那中义建立，我再会请那个，或者有那个四部中义的书免费借的，我们再请那个书来看一下，我们再做讲解。那这样就把那吃不中，我把顺便地道讲一下。那么就七月六号就上下一个那个中部中的善贤秘书。地道是讲显还是密？都写教的，现在讲的显密教讲完了啦。你要问可以问的，但是我不会再重复了。不是，我说地道它有出密密显的，都是显地道建立密的讲完了啦。好，可以哈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就下来。愿持诸圣功德回向法界有情，尽除一切罪障，共成无上菩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目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
个别回向，回向自己、家里成员、亲朋好友，还有周遭认识的古特伽罗，然后目前身心正在受苦一切众生。然后已经以蔡玉凤、清泉王院的许秀香、彭瑞暖、叶仙珠、蔡燕华、王志勇、黄瑞娥、徐伟丽、李英翠、魏婉霞、黄昭栋、蔡雪龙、郭雪灿、黄海龙、陈淑华、陈庆元、周玉姐、许荣佐、黄波成、翁庆忠、翁碧莲、陈无力、王蔡、黄秀莲、苏约、许家宏、庄玉楚、黄明金、叶雅珍、杨淑琴、那个徐晓、徐美、木莲的儿子陈玉珍、谢玉雄、林春龙、林曼玲、真理秀威、宋开熙、蔡丽月、曾义伟、林春娇、廖家勇、彭芳威、罗德山、邱静玉、有卓荣辉，还有被浪费信任感，有地震，那个受伤人员要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跟护佑，身心安康，事事顺遂。同时回向不管遭遇天灾、战争、意外死亡的众因生，要这辈子当过我们家人、亲属、朋友的往生者，要无私讲成三光亲在主，无私讲各种血缘关系历代祖先，包括像素秋、苏荣华、卓静娟、秀玲的母亲，还有江户宝宝、王淑阿美、王玉仁的母亲，还有被地震和武汉肺炎感染而死亡者，还有造成武汉肺炎心血管这些冤灵跟病毒，还有目前正在三恶趣受苦一切众生，有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地气灵中护法鬼神，以及没人照顾供养的孤魂野鬼，希望得到诸佛阿弥陀的摄受跟接引，能够往生净土，速成菩提，在回路说婆度有情。我们观想阿弥陀放出四种甘露的金黄色光芒，快速融入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右护就现世父亲累劫当父亲的众生，左母现世母亲也累劫当过母亲的众生，前冤这五十劫来我们曾经有结下恶缘的这些冤，而后期五十劫给我们结下善缘的这些亲朋好友还有法友，都得到阿弥陀四种甘露的光明加持跟洗涤。托阿弥陀的四种甘露的光芒加持之后，我们说的业障跟病障很快速地变成黑气，从全身毛细孔往外排除。在观想所有非人，包括你说的冤灵病毒、三受苦的众生，还有说的遇难的这些众生，也得到阿弥陀摄受，所以让内心充满了希望、光明、喜乐的强大觉受。最后被阿弥陀大慈大悲大力的菩提心摄受，快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宝中。请最后我们代表自己，也代表一切诸有情，最恭敬、最虔诚、最感恩的心，向十方三世界诸佛菩萨、本尊、上师、护法、圣众，至诚礼谢，行三昧圣礼。圆圈，再问圈，三问圈。好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